当地时间30号上午，应阿根廷总统夫人阿瓦达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和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的部分国家领导人配偶共同参观奥坎波故居。彭丽媛等首先前往故居庭院草坪出席欢迎酒会，欣赏女子弦乐四重奏演奏阿根廷特色乐曲，并亲切交流。随后大家在故居前合影，参观故居室内陈设，并听取有关故居历史文化建筑风格介绍。彭丽媛表示，参观奥坎波故居让人近距离感受到阿根廷文化特色，希望中阿两国加强文化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奥坎波生活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70年代，生前是阿根廷著名女作家和社会活动家，其故居现为阿根廷国家历史文物和重要历史文化展示地。